上门龙婿第三千零三十二章墙头草。罗伊斯的心里委屈极了，但委屈归委屈，面对气急败坏的父亲，他不敢再多说哪怕一个字。于是，父子俩一言不发，一前一后的来到家族会议室。这个仿若中世纪欧洲宫廷风格的会议室内，几乎所有的家族成员都已经到齐，不过老爷子还没来。众人都知道。 今天肯定是老爷子传位给史蒂夫的日子。等老爷子宣布之后，史蒂夫将正式成为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领头羊。所以，每一个人虽然表情都很难看，但心里也都想着，稍后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的讨好史蒂夫。以后大家的资源收入以及生杀大权就都掌握在史蒂夫的手中了。眼见史蒂夫和罗伊斯来了，一众人无一例外，全都从座椅上站了起来。 那齐刷刷的感觉，像极了军事会议时一众将领见到司令官时的庄严肃穆。史蒂夫的几个弟弟一时间都热切地围了上来，殷勤地向他问好。史蒂夫见几人表情虚假又谄媚，心里虽然不爽，但还是非常客气地跟每一个人点头示意。最小的弟弟大卫·罗斯柴尔德十分殷勤地说道：“大哥，我昨天晚上还想登门拜访来着。” 可是你们家的管家说你闭门谢客。今天晚上你说什么也要给弟弟一个机会。我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想亲自送到你的府上去。史蒂夫讪笑一声道：“大卫，你有心了。不过我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大卫忙道：“大哥，你跟我还有什么好客气的？咱们这些兄弟姐妹了，从小就你最疼我了。”其他人见大卫抢先跪舔，一时间也都不落人后，慌忙的。 向史蒂夫套起了近乎，史蒂夫冷静的看着这些人的表演，心里愈发清醒。他知道，一旦老爷子没把族长之位传给自己，这些人一定会立刻变脸，到时候肯定又要跟自己明争暗斗，来尽可能的争取老爷子的好印象，争取替代自己成为继承人的机会。所以，只要自己今天不能继位，这些弟弟就还会以取代自己为奋斗目标。 他们会把自己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绝对不会真的向自己低头。这时，会议室的大门被人推开，众人立刻循声望去，便见老管家打开了会议室的大门。紧接着，老爷子霍华德便迈着轻盈的步伐走了进来。当众人看到霍华德自己走进来的时候，一个个均是瞠目结舌。老爷子中风的样子，这里面大部分人都见到过，所以他们以为。 老爷子今天出场必然得坐着轮椅，并且靠人推着进来。可谁能想到，一晚上没见，老爷子就已经病态全无了。不过，震惊归震惊，这些人看到老爷子神采如初，无一例外都大松了一口气。在罗斯柴尔德家族，除了史蒂夫一家人盼着老爷子早点死，其他所有人都希望老爷子健健康康。对于这些无缘成为继承人的家族成员来说， 老爷子健康在位，他们的日子就最好过；一旦老爷子病了死了，他们都会被新任族长清洗和削减。大卫·罗斯柴尔德反应最快，上一秒他还围在史蒂夫跟前，抢占了与史蒂夫离得最近、最好的位置；下一秒，他就已经提出了人群，朝着霍华德飞快地跑了过去。父亲<建>，大卫一马当先，一骑绝尘，冲到霍华德跟前之后。 便立刻用胳膊搀扶起了对方的手臂，口中紧张不已地说道：“父亲，你怎么自己走过来了？你的身体没问题了吗？”那些原本还围着史蒂夫的儿子们一下子回过神来，一个个一边不由自主地在心里暗骂大卫脖子上那个比他们年轻的脑瓜子反应就是快，另一边也都将史蒂夫晾在原地，飞快地围到了霍华德的跟前。一旁的罗伊斯。 亲眼见证了什么是教科书级的墙头草，这帮人刚才围在自己的父亲跟前，以至于自己这个当儿子的都挤不过去。可是现在，这帮人全部都挤到了爷爷的跟前，父亲一个人站在那里，反倒是有了几分孤独的意味。霍华德见这些儿子都一脸激动的跑到自己跟前，心里也不由一阵欣慰。刚才还在医疗中心的时候，他就已经被大儿子史蒂夫的孝心所感动。 现在见到其他的儿子也都如此关心自己，他心中感动之余，也不免有些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做父亲还是挺成功的，儿子们一个赛一个的孝顺。于是他脸上挂着慈父的微笑，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向众人宣布道：“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了。”听到这话，这些儿孙们虽然不知道中风为什么能这么快痊愈。 但心里也都激动的无以复加。大卫忍不住问：“父亲，您召集我们在这里开会，就是想亲自给我们一个惊喜吗？”霍华德微微笑道：“差不多吧。这一次我用上了一些非常手段，才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痊愈。”说到这里，霍华德的表情逐渐严肃起来，厉声道：“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不允许任何人对外提起过中风的事情。一旦让我知道有人走漏风声的话，” 无论他是谁，我都会将他从罗斯柴尔德家族驱逐出去。众人听完这话，心里顿时一颤。对罗斯柴尔德家族而言，驱逐出家族就是最高且最严厉的惩罚。老爷子以前虽然也放过狠话，但是这种无差别的放最高级别狠话还是第一次。除了史蒂夫之外，其他人都欣喜的意识到，老爷子之所以不想让外界知道他中过风。 大概率就是想让这件事情变成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插曲，让外界看起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发生任何内部波动。既然不想让别人看到波动，就证明老爷子肯定还想继续担任组长一职。于是众人惊喜不已的连连点头，纷纷发誓绝不将这件事情透露出去，否则愿意接受一切惩罚。霍华德这才满意的微微颔首。 随即，他来到偌大的会议桌首位坐下，其他儿孙也都赶紧来到他左右两侧的座位旁边站立。霍华德伸出手来，示意众人坐下，众人这才小心谨慎地搬开座椅坐了下来。现场虽然有几十号人，但整个会议室里除了衣服摩擦发出的声音之外，几乎听不到任何其他动静。每个人都闭着嘴，不敢发出任何声音，连椅子也不敢直接拉开，而是要小心翼翼地搬起来。 向后方让出自己所需要的空间之后，再小心翼翼地放回羊毛编织的地毯上。整个过程，椅子都不会发出任何一点声响。这是霍华德早就在家族立下的规矩，至今仍旧被每个人悉心遵守。眼见所有人一丝不苟、谨慎小心的样子，霍华德心里十分舒服，也十分满足。这就是族长一职对他来说的魅力所在。见所有人都小心地坐下。 挺直腰背，不敢有任何懈怠。霍华德十分满意地说道：“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会，主要是想宣布一件事情。”听到这话，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霍华德。史蒂夫能不能继位，这一刻便能揭晓。只有史蒂夫自己知道自己今天继位的可能性为零。这时，只见霍华德清了清嗓子，非常严肃地说道：“我宣布，从今天开始。” 史蒂夫将正式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罗伊斯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二顺位继承人。而我趁着自己还能动，我会在剩下的时间里全力以赴，带领罗斯柴尔德家族走向更高处。第三千零三十三章一定有猫腻。霍华德这番话一出口，整个现场登时掌声雷动。除了史蒂夫和罗伊斯之外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 几乎同时跳起来，疯狂鼓掌，像大卫·罗斯柴尔德，甚至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们没有一个人希望霍华德退位，更不希望史蒂夫继位。维持现状就是他们最大的奢望，因为维持现状能够确保他们眼下的既得利益不会受到太大冲击。说不定将来万一立了大功，还有逆袭取代史蒂夫，成为新任继承人的机会。原本。 他们还以为维持现状是不可能实现的美梦，可没想到这个梦想竟然成真了。史蒂夫此时已经生无可恋，他早猜出会是这样一个局面，只是没想到自己这个爹能把这件事说得如此冠冕堂皇，这让他心里很是恼怒。不过不幸中的万幸是，老爷子已经把自己和儿子列为了第一、第二顺位继承人，如此一来。 自己自将来继位的机会就大了许多，只要这中间不出什么幺蛾子，以后自己必然还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下一任族长。霍华德此时看着绝大多数儿孙们的反应，心里也十分满意。一想到未来几年自己还能在这里发号施令，他便不由感叹：这六百亿花的其实也挺值。他心里不禁感慨：哎呀，这人辛辛苦苦的挣钱，为的不就是多过几年好日子吗？ 这要是有机会活到两百岁，半数家产拱手让人，又算得了什么？两个小时后，海伦娜回到了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这一路上，她都在思考自己究竟该如何向叶晨汇报自己在纽约取得的进展。如实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叶晨之前跟他约定好了，这颗丹药卖的价格，海伦娜可以拿走一半。这丹药实际卖了六百亿美元。 外加一套 AI 模型，AI 模型是叶辰附加的条件，所以不在分成的范围内。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真按叶晨说的，自己应该分得三百亿美金。可是，自己怎么能拿走叶晨这么多钱？这一点，海伦娜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自己，所以她思前想后，决定向叶晨撒个谎。 把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五百亿美金押金也按照销售额报给叶晨，告诉叶晨丹要买了一千一百亿美金，按照约定自己拿走其中五百五十亿，给叶晨五百五十亿。如此一来，实际自己拿走的只有五十亿美金，这已经是海伦娜内心深处能够接受的最高佣金了。打定主意，海伦娜便掏出手机给叶晨打了个电话。 而此时此刻的叶辰还在返回金陵的飞机上，距离金陵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航程。由于吴飞燕就在美国，所以叶晨从加拿大折腾回美国之后，并没有乘坐比较惹眼的协和客机，而是乘坐了一架不起眼的普通公务机。回国的旅程也就被拉长了许多。飞机航速慢，再加上中间经停补给燃料，所以飞了十多个小时还没有到达目的地。 接到海伦娜发来的语音通话，叶晨便猜出她应该是向自己报喜，于是便接通之后，笑着问她：“海伦娜，你已经离开纽约了？”对，海伦娜恭敬的说道：“叶先生，我已经回到加拿大了，想打电话向您汇报一下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经过。”叶晨笑着说道：“你说吧，我听着。” 海伦娜随即便将自己与霍华德见面的全过程相对详细的向叶晨做了复述。提到价格的时候，他撒谎道：“叶先生，我与霍华德最终达成的价格是他支付一千一百亿美元的现金，外加在北欧搭建一套完整的 A O 模型，并且维持至少二十年更新升级。”一千一百亿，叶晨不禁有些惊讶，开口道：“你这可是让霍华德大出血了。” 海伦娜笑道：“谁让他一开始只愿意出一亿美金？他要是主动开个一百亿，我可能抬到两百亿也就差不多了。结果他一开口来个一亿美金，语气还跟自己出了天价似的，我就想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狠狠地敲他一笔。”叶辰微笑道：“罗斯柴尔德家族富可敌国，让他们出点血，对他们来说也到不了伤筋动骨的地步。霍华德心里应该还是觉得划算的。” 海伦娜笑着说道：“再过几年，估计他就会愿意出两千亿美金来买一颗丹药了。”叶晨道：“这就得看他的具体表现了。要是表现的不好，以后什么丹药都不会卖给他。”电话那头的海伦娜这时开口道：“对了，叶先生，您什么时候方便给我一张银行卡？我把您的那部分钱汇给您。”叶晨刚想答应，却忽然觉得好像有些不太对劲。以海伦娜的性格。 如果这一单真的成交了一千一百亿美金，他一定会找各种理由来降低他自己的分成。自己想让他按约定拿走一半，恐怕要费不少口舌。可是现在的海伦娜几乎没有任何迟疑，便要直接与自己五五分账，这与他一贯的表现大相径庭。这也让叶晨笃定里面一定有什么猫腻。叶晨心中揣测，海伦娜大概率是跟自己说了谎，实际的成交价。 应该不会有一千一百亿美金这么高，他极有可能故意将价格报告，以此来降低他应得的那部分报酬。想到这里，他便对海伦娜说道：“这笔钱你先替我拿着吧，我没什么用钱的地方，更何况这么大笔现金，我手头目前也没有一个合适的账户安置。”叶晨担心海伦娜把绝大部分销售所得都分给自己，所以便打算先不收这笔钱，等自己弄明白之后再说。更何况。 他现在也确实不缺钱，而且有着还不完的充沛现金流，根本不需要这五百多亿美金，还不如先把钱留在海伦娜的手里。一方面能防止海伦娜多给，另一方面以后自己在欧美恐怕难免会有用大笔资金的地方，钱放在海伦娜手里的话更方便在欧美消费。海伦娜还不知叶晨的用意，以为他真的没有合适的账户来收取这笔资金，于是便问他：“如果您需要一个隐秘的账户？” 我可以帮您联系一下瑞士银行，让他们给您开一个高保密级别的账户。不用了，叶晨笑着说道，就先放在你那吧，我需要用的时候会跟你联系的。海伦娜迟疑片刻，还是答应下来，道：“那好，叶先生，这五百五十亿美元我会先替您保管。”